连续喷嚏打不停，德州少女抗怪病。为您介绍这位12岁德州少女 Catherine Thorny， 她会一直打喷嚏停不下来。我们所说的可不是一般的哈啾。自从患了这个罕见症状，可怜的 Catherine 一分钟可打20个喷嚏，一天多打12000次。请上苹果日报 TOMO 双语报专栏看 Catherine 的动态影片。由于喷嚏打得太严重，她的腹部肌肉疼痛，双腿无力，难以进食，甚至被迫辍学。不过她只有在听披头士的歌或是吃了抗过敏药睡着后才能暂停打喷嚏。她的双亲都为这个怪病感到忧伤又困惑。他的症状是从3周前上了一堂数理课后开始的，当地医生也束手无策，但他们已经排除过敏或病毒等原因。然而专家认为其连续不断的喷嚏可能是一种跟压力有关的重复固着动作。不过勇敢的 Catherine 并没有为这个难缠的鼻病打倒，他说期待有天痊愈后能回头看看这场痛苦经历，缅怀喷嚏女孩的称号。